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佣兵，好啦，好，这次来玩柴郡猫，这是金牌。那这次的礼包搭配是后面这个尾巴，对，非常的有整体性，对不对？因为本身就是柴郡猫嘛，然后有个尾巴呢，也是非常合理的。那现在呢，就是我觉得这个造型非常的有特色，对，因为很花花的感觉。然后这个尾巴呢，就是有这个没有小小柴郡猫出现的这个效果，很可爱。那用技能之后呢，就像这样子，哎。有没有一个猫的眼睛的这个效果，算是蛮有诚意的一个金挂啦。那如果你本身呢没有这个柴郡猫的造型的话也没关系，因为呢任何佣兵的造型搭配这个尾巴呢都会出现小小柴郡猫，也都会在使用技能的时候出现猫咪，我觉得非常可爱。对，好，那柴郡猫这个原型呢，各位有知道吗？就是其实柴郡猫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角色嘛，就是一只会微笑的猫咪。然后呢，就算身体消失，那微笑的这个嘴巴呢，也还是不会消失。对，那这个原型从哪边来的呢？就是从应该跟作者有关吧，因为作者他的家乡是在英国的柴郡。那时候柴郡呢，用来制作甘露的这个模子呢，其实就是一只微笑的小猫咪，所以应该是从这边得来的灵感啦。但是有一个说法是说，就是柴郡那边盛产牛奶还有奶油，那猫呢？你看乐坏了，盛产牛奶跟奶油，猫很喜欢吃嘛，所以呢应该有这种参考的这个来源在这里的部分。好，那现在呢我们来继续玩了，把这个眼镜先拆掉。好，我一直觉得佣兵呢声音很聒噪，就是一些没有用的撞声词很多，特别是被打的时候呢就是会哀哀叫，叫得非常的凄厉，非常不 man， 所以我觉得所以佣兵很容易被发现，原因就是在这里。对，受伤的话就会一直叫。佣兵身为一个佣兵一直叫，像话吗？是不是有点诡异？对，应该是把这个叫的这种声音稍微用的闷一点，或者是闷成那种感觉，而不是就是叫的很凄厉的感觉。好，我只能这样子修饰了，我找到其他形容词了。好，我们勘探员呢被抓了，所以我现在先把眼睛拆掉。之后，哎，可恶，又插了一个眼睛，是不是？又插了一个眼睛。好，我现在来救勘探员，没办法了，只能硬救了。我要来喽！哦，误认，躲掉。好，这边有空间可以躲，然后再冲刺，帅，然后再救，利用时间差救掉，太棒了！走了，走了，走喽！他误认用掉喽，打不到我们喽。好，走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哎，可以哦，瞬间可以躲掉。哎，可恶，我这个护肘没有关掉，浪费了两个，送一个了。完蛋了，无比空虚，我用掉了护肘，浪费掉了护肘。好，那算了，继续来破译吧。勘探员应该能够躲过死劫了。好，那现在继续，我好像佣兵破译速度是慢的嘛，对不对？会有一个 debuff， 所以没办法了，但是还是慢慢破译。对，现在只破译到一台而已。那那边被破译掉了。现在阵容呢，有一个医生，一个调香师，还有一个勘探员，所以还有一个佣兵就是我。那这个阵容呢，其实非常适合。调香师其实也非常适合救人啊。看到有倒了，这船里面有倒了。好，那现在还有两台，似乎可以等到抓椅子再说。好，加速效果触发了。好，我来救了。好，放在哪里 ？Hello， 想打我是不是？想打我的感觉。那边绕 S 型。好，似乎挣脱得掉吗？挣脱掉了，关键时刻挣脱掉，谁叫你要绕 S 型？好，走走走，赶快走，来 cover 一下。哎呦，我被误人打到了，误人有长眼睛呢，怎么都往我身上灌呢？好，那现在看他有倒地耶，不过这是应该算第二次而已啊。对，算第二次，因为刚好挣脱掉。那我现在身为一个佣兵呢，身为一个可爱的柴郡猫呢，一只不死的猫咪，打不死的蟑螂，应该说打不死的猫咪，所以应该是可以轻松的救掉，就算挨了刀也没在怕的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救掉了，走，好，继续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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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这边应该没问题了，好，顺利甩开了，好，那现在上最后一台破位机了是吗？好，关键时刻应该是可以。压个机就可以走了。对，看到有倒地了，电脑可以开了。原来刚已经压机了，
不错不错，好走，赶快走快走，现在又是关键的时刻了，现在要追上去了。那这个大门不知道有没有开，现在开这个大门好，不知道有没有开这个大门。哎，倒地了是不是？又倒地了。那勘探员应该是飞定了啦，因为第三次了。哎，传送轴，勘探员竟然福大命大的继续哎追谁？不是追我。好，那我现在趁乱呢来救勘探员好了。哦，勘探员的命很大哦，十分坚韧的生命力啊。哦，僵尸被打到了。杰克大心脏，不是杰克有红眼睛，所以呢，好，我现在先摸回来 ，OK。那现在调香师应该也会放椅子，希望看他们彻底的摸回来。好，调香师被抓了，那现在应该是在大门附近守吧，可以顺便守这个大门。对，那现在目前没有人飞掉哦，所以现在局势对我们非常有利。好，放上去了，放在哪里啊？果然是大门口。好，那现在等一下就要下去救。现在等一下好了，先让杰克去找其他地方。他总不可能一直守着一个人吧？那他觉得三个人都走掉了，然后会非常没有安全感。哦，食物来了，看到我吗？在巡逻，对，在这附近巡逻。哎，打到勘探员了。好，我看他们趁乱把僵尸救掉，趁乱。把调香师，哎呦，发现我啦！没关系，我能挨刀了。来吧，打我吧，打我吧，快点！嘿 ，baby， 不打我哎、欸！哦，好，打到了，走。好，那现在因为他有红眼睛，所以我现在等一下挨了两刀，要趁机呢，赶快先走，趁乱走。若没追我的话呢，我就能再躲。哎、欸，看到有倒地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好，我现在已经差不多了，生命快到了尽头，我觉得应该躲在船这边，然后治愈。对，之后呢，我又是可以复活的状态了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打不死的猫咪。好，现在打在这里刚刚好。OK， 那现在慢慢治愈吧，慢慢摸。那现在看他们飞掉，现在剩三个人了。天哪、啊，天哪、啊！如果时间拖更久的话呢，是不是对我们有利一点？应该是有利一点啦，因为毕竟杰克的红眼睛就没了。对，那调香师感觉要往这边奔过来。对，真的欸，好像是来救我欸。哦，感动。那我先留一点治愈的空间给他好了，这样的话又能治愈第二次。好，调香师谢谢你啊。欸，调香师也受伤了。对，所以我要把他摸回来。好，医生，欸，倒地之后杰克不放椅子，直接快速传到另外一边，以为我们都往大门走掉，但是他要误判了，因为我们在船这边。哦，调香师憋气憋很久了，超强的，谁会在意这种无聊的小事情？我会在意这种无聊的小事情。哎，过一段时间的医生还没自救吗？可以吧，医生，医生自救了，太棒了。然后医生应该就会看那边的大门，或者是先躲一下也可以的，就是躲一下，然后到草原那边的大门去也可以。哎，我觉得我憋气的时间可以赢过调香师，因为佣兵呢在被挨了很多刀之后呢，被摸回来的时间会延长，所以现在正是考验我肺活量的时候啊。哦，要倒地了，被抓了。欸，我卡住了，我要先脱离卡点。好，各位如果被卡住之后可以按这个按钮就可以脱离了。好，那现在医生被抓了，第一次而已，地窖口在这里。好，我来救医生。红眼睛没了吧，感觉好像时间过蛮久了，红眼睛应该要消失了。好，我来咯，我来咯，我来咯。欸，不觉得重物人很像柴郡妈本身的雾气吗？再改一下颜色，像这样有没有？颜色这样看起来就非常的像了吧。啊，雾气没了。好，来了。 OK， 救掉。好，那大门口开了吗？怎么会去追调香师？不追我们。欸，去追调香师没有追我们。好，那调香师又损血了。好，那现在都开了，可以了，大家可以赶快走了，不要再玩了。那现在医生先把我摸回来好了。对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以备调香师倒地需要被救。好，大门开了。欸，不过调香师好像上过椅子了吗？红字上过椅子了，不知道第几次，没有注意他上几次椅子。哦，倒地了。啊，糟糕，我看能不能救一下调香师。调香师应该会放上船上那张椅子，对，在那里看到了，看到气球了。好，那现在能救吗？还是要飞掉？飞掉了。好，没办法了，回头。
只能回头了。好，那杰克又传送走了，不知道传送去哪里。医生走掉了，所以应该是在这里。对，没错。来吧，打我吧，红眼睛消失，让你打。好，这一局无人打到我好几次，但是似乎都打不死我，因为我是柴郡猫啊。嘿嘿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。哎、欸，你有看过猫跳这种地板动作吗？好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啊，结束啦，不错，算是平局，不过哎还可以啦。杰克呢，误判蛮多局势的，对，有点可惜。好啦，那以上呢就是我玩，哎、欸，怎么可以说别人可惜？哎、欸，怎么可以说进冠者可惜？好啦，那以上就是我玩佣兵的影片喽。如果你喜欢片段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想追踪频道的话呢，不用忘了帮我抢一张，另外 IG 呢，也不用追踪我。我是欧拉，下期见，拜。